哼，命还真大，竟然还活着。是你在渔船上做了手脚吧？哼，那两个孩子呢？哪有什么孩子？这只有我们三个人。哼，你们俩继续找。 这次不必手下留情。找到了，追上去。哥哥，快带银庄走。哥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把他安全送到平亭。快走，哥，走，你先走，不然我会分心的。走吧，我不走。 不愧是银氏血脉，竟然无法完全控制。你竟然懂得意念之术，这种力量熟悉吗？你竟然敢模仿银氏之力，在银氏后人面前见笑了。喂，哥！ 翅膀啊！你是传说中的月灵族吧？刚才是你救了我吗？哎呀，哎，谢谢！不用谢我，他们要活的。他们？谁是他们啊？等到了平江侯的刑房，你就会宁愿今天摔死在这里。喂，大翅膀。 你们是孵出来的还是怎么来的？从小就会飞啊？玲珑，喂，放开我！我女儿在上面。我知道。哎，你不要活的吗？你还不快去救她？她摔下来，你抓我有什么用啊？你快去救她呀！ 是银氏血脉，玲珑人竟然无法完全控制，在银氏后人面前见笑了。哥，这回还真是见鬼了。